丧失，但是装了像努力的装了，让它像一点，或者是你就让它无神。我觉得装疯卖傻比较好笑。装疯卖傻。对啊。好。比较欢乐。那我放。来，我们试一试看看。刚刚我在下面拍回来吗？等下我要什么时候开始？我会 cue 你。我看不到。我会喊。我会丧失来。来哦。准备哦，倒数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好，抬头。啊！是不是要张？可能要张开眼睛。再一次，张开眼睛比较好。张开，然后你最后的筷子是有点像把它丢进去，因为我们尽量，对我们尽量不要 cue 到它的太完整它的餐盘，因为。这发现到我一射死一辈子。我就知道筷子，我可能要到抬头才会用。我最好是只有筷子。我要眼睛要张开是吗？啊？我要眼睛要张开。眼睛要张开。好，然后这样。你有点像是你是丧尸，你现在变成丧尸。哦。对，然后你就会模仿那种。啊。对，尽量让是你脸部有出力，中邪了。脸部是有出，就是你说啊，但不是那种让他自己甩的那种，是那种啊，就脸会有好紧绷的感觉。我们先示范一下好不好？示范一下好不好？丧尸的脸，丧尸。你要翻白眼呢？可以啊，慢慢也可以。一般啊，可以，来。对，那脸部出力，你要就是先尽量。三种啊。你脸部肌肉有问题吗？你要是脸部肌肉。好，来，我们再试一次。来哦，准备哦，倒数。谜语，门关起来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来，抬头。好的。我看一下，我看抬头。我觉得我很尴尬。感觉就是这个。结巴。我可以发。我看一下。这里。你把音效关掉。我配音，我配音。怎么样？郭美娟，你们都是声音。我是不知道你要怎么剪到，但就这个。可以吗？我以为他上场，可以吗 ？OK 吗？没有，我不知道。你想要做什么调整？他有那么，因为我就看他调整，他要开始。你的妆感会把声音录进去，这样子是不是看起来声音不会？声音不会。这妆感这样子扬起来，是不是看不太出来？你想要比较正面，是不是？声音，或者是调一下，往上了。我怎么往上？他就扬起来，然后这样。对，应该是不是你要的效果啊？应该不是吧？应该。不然就让他先正，我也是正。还可以。再一次。好，别闹了。我们翻白，尽量不要仰头。我们平视。平视。对，维持，尽量维持平视。妈妈都知道了。不懂。不学习，我们之后就要输了。对，我们维持平视哈。我尽量。好，来试一试看看。好。来准备哦。我就是不会玩游戏。倒数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来。好。等下不要吐舌头。对，我们看能不能张嘴啊，但是不要跟看牙医一样的啊。翻白眼看牙医，翻白眼看牙医。我帮你翻白眼，好酷的指示。好，再次来喽，准备喽，倒数五、四、三、二，
来，准备哦，抬头。啊。翻白眼看牙医，头往下，头往下哦。好，我们再一次，头记得往下哦，头往下一点哦。来，准备哦。倒数五四三二，来抬头，翻白眼看牙医。哎呀，再一次啊！哎呀，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我们就哎呀，哎呀 ，OK， 哎呀哈，翻白眼看牙医，牙医啊哦，好来三，准备哦，倒数五四三二，来抬头，翻白眼看牙医，牙医呀，好再，我看一下。啊呀呀！你射出去了？我不确定，我感觉比较湿。有吗？有效吗？我问你啊！我自己测，我自己测，我自己测。你会不会比我好？我一直。来，然后啊呀呀呀！啊呀呀！好，我们换一个，换一个来，换一个来，换一个。你再说几下。好，可以。我想再测。好。不用不用了。要吗？根本没差，根本没差。来，三位。所以就是直接用汤匙吗？不用，这边这边都先有。吃一吃，然后就变僵尸了，就变丧尸了。里面有东西，你要怎么放在前面呢？里面是空的，主要在最前面。我们后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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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空气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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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翻白眼，然后尽量平视，尽量平视，尽量平视哦。好，来哦，准备哦，倒数，来三二一，抬头。平视平视，我们尽量是往前看，往前演。好，来哦，再一次哦，准备哦，倒数五四三二，好，来抬头。好看，怎么？等一下我看一下哦。他可以念吗？对啊，他演得很好啊。演得很好，其实有那个点抽蓄的点可以，我们抽蓄的再装一下。但是你现在的眼睛是带有笑意的，我们让那个笑的感觉尽量减少，对，抽蓄的感觉多一点可以。好，来。哦，走组好，都可以来，准备要倒数，五四三二，来准备要抬头。好看，看一下哦。如果我们两个交叉镜，你就看这个，对啊。两个交叉键可以啊，其实根本就不会放多久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其实都 OK 啊。我们两个交叉键啊，啊，你要拍大家的吗？对啊，要拍大家。来啊，来啊。好，来我们可以再帮我们同学坐满吗？可以帮我这样这边坐满。来，同学们可以坐，那他们上司怎么办？上司坐两边。餐具撤开吗？餐具撤下来。餐具跟那个可以全部都放，可以啊，全部都放，全部都放好。那个时间，然后他小孩的话呢，不要上去帮我坐两边好不好？好，八宝来，八宝坐这里，你要对准。哦，我对准，这边已经准完了。好，再次过来。我们要三句。那我们要干嘛？坐右边。